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TENASIA TV，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听听。那今天呢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听说啊，杭州啊，上海现在正在下大雪哦。哎，韩国虽然非常冷呢，但是还是没有下雪。那这样的日子里呢，天音今天啊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款韩国非常有人气的卡通零食哦。那所以说，它卡通零食呢，它里面就是这样可爱的图案，我们来吃吃看吧。好好哦。好了，那吃完了今天的小零食呢，大家赶快跟着天音一起来看一看，这一个礼拜韩国又有哪些歌手要出道或者回归了呢？好了，那今天听第一个要来说的呢，就是我们的新人女子组合 Promise Nine 呢，已经发布了他们的第一张出道专辑 Two Hearts。那这一次呢，也是他们啊在偶像学校之后啊第一次出道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期待了。那这一次的主打歌 Two Hearts 呢，也是一首表现啊少女们想要恋爱心情的歌曲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可爱了。各位粉丝们一定要多多支持哦。那最近非常有人气的 solo 歌手宣美呢，也是在18号发布了自己的新歌《主人公》。那这一次的主人公呢，也是以复古的旋律为主打。那宣美自己呢，也是参与了作词，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。那这一次的 MV 呢，也是非常的好看，而且也变换了非常多的造型，希望我们的粉丝们都要多多收看宣美的 MV 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新闻呢，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现在呢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大家出门啊，一定要多穿一点哦。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都能够拥有好心情。那这里是天啊下 TV， 我是天音，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